咁多位嘅。好睇啫，我就覺得都幾好睇噶啦。同上一次嘅比較嚟講咧，就開始就係放鬆咗，就大家熟咗，咁啲戲比較緊湊啲。咁啊落幕啊等等音樂方面咧都好純熟噶啦。咁就我覺得係都好滿意嘅。咁我都要俾我俾到95分。再努力。都好收获，阿志良同阿永思都是真系有一个千水准的演出，辛苦阿志良，辛苦永思，多谢，多啲捧场，多啲捧场，多谢大家，多谢大家。